紧张吗？现在还好，等一下不确定，也许会紧张，也许不会，因为有时候就有点像上台表演或是做一些活动，一直会觉得好像会很紧张，上台好像又不会，那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应该很紧，好像不紧张，结果上台超紧张，所以我真的不确定。